就在今天晚上，湖南卫视将会再一次迎来一场歌舞盛典，那就是双十二超拼夜。我们都知道，湖南卫视在上个月，也就是在11月份，已经举办过两场购物节的盛典了。一场是10月31号的双十一开幕盛典，另一场是11月10日的双十一超拼夜。众所周知，湖南卫视是内地当仁不让的流量老大哥了。在双十一盛典大战中，不出意料地获得了收视率双第一。那个时候，周深是参加了东方卫视的双十一狂欢夜，并且演出了高难度的中日双语唱跳版《极乐净土》。当晚的周深气场全开。这一次周深能够参加湖南卫视的双十二超拼夜，也算是一件不错的事情。对比湖南卫视双十一盛典的收视率，湖南卫视双十二超拼夜的收视率也一定低不了。那样的话，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让更多的人再一次认识到周深，再加上周深自带的高热度高流量，两者的合作基本上会是皆大欢喜的事情。另外，通过现场录制的片段来看，周深本次依然会带来一首动感歌曲，而且还有很多的伴舞。突然觉得周深的伴舞现场也多了起来，包括上一次的金鸡奖开幕式。周深的超级现场结合流量界的扛把子湖南卫视的舞台，真的是非常令人期待了。也不知道这一次周深会带来哪首歌曲呢？大家都说周深就好比一座矿山一样，不仅往前考古可以挖出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矿，即使是现在和未来，说不定哪一天在周深身上又会挖出令人惊喜的新矿，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总是对周深的新舞台充满期待的原因吧。只能说周深有太多的高光时刻深入人心了，也正因为周深身上的矿太多，所以也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宝藏男孩。今晚的湖南卫视双十二超拼夜群星璀璨，周深就是其中一颗大大的靓仔。晚上7点半，大家一起期待周深今年的第101场舞台吧。只恨小编不懂唇语，猜不到歌曲，你觉得周深会唱哪首歌曲呢？欢迎留言评论，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，每日都有精彩更新。